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七人，已足法定人数。报告委员会宣布开会，请议事组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七届第八会期经济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一百年十月十七日上午九时十三分至下午一时二十一分，十月十九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四十六分，十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八分至十时五十六分。地点：本院红楼一零一会议室。出席委员陈明文委员等十四人，列席委员彭少景委员等四十人。列席人员：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武雄及相关人员等。主席：李召集委员复兴，十月十七日；林召集委员昌明，十月十九日、二十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一、继续审查一百零一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管收支部分决议，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一百六十六项。农业委员会10016000元照列第167项，林务局4291万元照列第168项，水土保持局5778万3000元照列第169项，农业试验所250万元照列第170项，林业试验所40万元照列第171项，水产试验所45万元照列第172项，畜产试验所24万元照列第173项，家畜卫生试验所无列数第174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10万元照列第175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3万元照列第176项，茶叶改良场2万元照列第177种苗场繁殖场10万元照列第178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场无列数第179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场无列数第180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场5万元照列第181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场无列数高雄区改良场无列数第183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场1万元照列第184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场无列数第185项，渔业署及所属1045万元照列第106项，动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355万元8000元照列第187项，农业金融局10万元照列第188项，农粮署及所属134万元照列第三款规费收入第179项，农业委员会1228万9000元照列第180项，林务局3244万7000元照列第181项，水土保持局440万1000元照列第182项，农业试验所1563万元照列第183项，林业试验所377万2000元照列第184项，水产试验所419万2000元照列第185项，畜产试验所161万元照列第186项，家畜卫生试验所3247万8000元照列第187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5102万4000元照列第188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367万4000元照列第189项，茶叶改良场475万8000元照列第190项，种苗改良繁殖场195万3000元照列第191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场55万元照列第192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场74万5000元照列193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场120万元照列第194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场168万6000元照列195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场115万元照列第196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场63万5000元照列第198项，渔业署及所属905万5000元照列第199项，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2亿4932万1000元照列第200项，农业金融局30万1000元照列第201项，农粮署及所属410万9000元照列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75项，农业委员会7187万1000元照列第176项，林务局9414万8000元照列第177项，水土保持局312000元照列第178项，农业试验所69万9000元照列第179项，林业试验所57万1000元照列第180项，水产试验所147万4000元照列181项，畜产试验所135万元照列第182项，家畜卫生试验所23万元照列第183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6万元照列第184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62000元照列第185项，
茶叶改良场75000元照例，第186项种苗改良繁殖场50000元照例，第187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场34万元照例，第188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场41000元照例，第189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场12万元照例，第190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场31000元照例，第191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场20000元照例，第192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场90000元照例，193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场1000元照例，第194项渔业署及所属2104万元照例，第195项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88万4000元照例，第196项农业金融局无列，第197项农粮署及所属180万6000元照例，第5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12项农业委员会原列5亿2327万增列第一目投资收回全国农业金融投资股息红利8000万元改列为6亿0327万元，第13项林务局无列数，第14项畜产试验所无列数，第7款其他收入，第170项农业委员会1亿0744万6000元照列，第171项林务局1亿3202万元照列，第172项水土保持局2181万5000元照列，第173项农业试验所500万元照列，第174项林业试验所300万元照列，第175项水产试验所1170万5000元照列，第176项畜产试验所703万5000元照列，第177项家畜卫生试验所807万3000元照列，178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60万元照列，第179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无列数，第180项茶叶改良场632万4000元照列，181项种苗改良繁殖场148000元，第182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场165万元照列，183项苗栗区改良场99000元照列，184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场399万8000元照列，第185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场395万9000元照列，186项高雄区改良场236万5000元照列，187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场29万4000元照列，188项台东区农业改良场120万5000元照列，189项渔业署及所属3741万7000元照列，190项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947万5000元照列，191项农业金融局10万元照列，192项农粮署及所属2252万1000元照列。二、税处部分第20款农业委员会主管。第一项，农业委员会原列821万3412万6000元，除第5目非营业特种基金68亿元，占照列市所属非营业特种基金另定期专案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外，减列第3目农业管理项下捐助亚蔬世界蔬菜中心、国际土地政策研究训练中心及亚太粮肥技术中心之奖补助费1亿1032万7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822亿2379万9000元。本项另有委员提案六案保留送院会处理，第10页。本项通过决议81项，第43页。第2项林务局89亿5502万3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7项，第48页。第3项水土保持局原列318744万6000元，减列第3目水土保持发展项下委办费500万元，其均照列改列为31亿8244万6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8项，第55页。第4项农业试验所10亿4423万2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5项林业试验所7亿9009万6000元照列，第6项水产试验所6亿3528万2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6项，第57页。第7项畜产试验所7亿3067万1000元照列，第8项家畜卫生试验所3亿8019万9000元照列，第9项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3亿3891万6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3项。第10项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3亿0494万4000元照列，第11项茶叶改良场2亿4116万5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3项。第12项种苗改良繁殖场2亿4731万7000元照列，第3项桃园区农业改良场2亿4376万4000元照列，第14项苗栗区农业改良场1亿5239万元照列，第15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场2亿5429万2000元照列，第16项台南区农业改良场2亿6694万7000元照列，
七项，高雄区农业改良场213,021,000元照列第十八项，花莲区农业改良场18,536,600,000元照列第十九项，台中区农业改良场15,273,800,000元照列第二十项，渔业署及所属514,888,3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十一项第六十三页第二十一项，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207,335,600,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六项第二十二项，农业金融局4,103,500,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五项第二三项，农粮署及所属20,713,100,000元照列。本项另有委员提案两案送院会保留。本项通过决议二十二项。二、继续审查100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主管收支部分决议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四项，经济建设委员会无列数第三款规费收入第十四项，经济建设委员会92,000元照列第四款财产收入第十四项，经济建设委员会20,000元照列第七款其他收入第十五项，经济建设委员会无列数二税出部分第二款行政院主管第十项，经济建设委员会原列48,1,320,600,000元简列第二目经济建经建计划之设计联审及协调向下健全国土规划及经营管理之奖补助费300,00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48,1,020,600,000元。本项通过决议十九项。三、继续审查10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行政院税入部分、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及剩余缴库部分第四款财产收入第六项，行政院第一目投资收回62,4112,200元，系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折减基金缴库部分照列。有关中美基金并入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缴库部分分两项缴库之预算应名列。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一项，行政院第二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原列102,1679,200,000元，暂照列，是所属非营业特种基金另定期专案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是10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预算收支部分，含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折减基金缴库数及剩余缴库数审查完竣，审查会议通过之决议文字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临时提案两案不通过，宣读完毕。好，报告委员会，请各位对上述议事录有没有异议？好，没有异议，确定。现在请议事组人员宣读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继续审查10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主管收支部分进行预算处理。二、审查本院委员丁守中等25人领具《公平交易法》增订第35条之一条文草案案。三、审查本院委员赵丽云等23人领具《公平交易法》第21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四、审查本院委员罗明才等24人领具《公平交易法》第21条及第41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五、审查本院委员丁守中等30人领具《公平交易法》第41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好，谢谢。接着也请议事组人员依序宣读公平会主管之预算案，并一并宣读委员提案。101年度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二三项，公平交易委员会1,6086,000元。第三款规费收入第25项，公平交易委员会16万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第25项，公平交易委员会无列数。第七款其他收入第28项，公平交易委员会无列数。100年度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税出。第二款行政院主管第二三项，公平交易委员会原列数3,6635,000元。第一目一般行政2,9714,700,000元。第二目公平交易业务6,160,100,000元。第三目一般建筑及设备1,380,000元。第四目第一预备金50万元。101年度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预算提案编号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第二三项第一目第一节罚金罚还及代金罚金罚还原列数1,6086,000。李复兴委员等提案增列1500万，税出部分编号二，
第二三项第一目，一般行政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1527万9000元，陈明文委员等提案冻结三分之一，编号三。第二目，限制竞争行为调查处理业务项下业务费项下委办费160万元，翻译费169万8000元，减列30万元，提案委员潘孟安委员等三人。第四案。第二目第四节，综合企划及宣导业务其他业务租金88000元，减列80万元，提案委员潘孟安委员等三人。第五案。第六节，产业调查统计及资讯管理项下产业资料整合及开发计划600万元，冻结二分之一，陈明文委员等提案。第6案。第三目，一般建筑及设备138万7000元，减列15万元，提案委员潘孟安委员等三人。主决议部分。第7案。主委上任迄今未正式提出公平交易法之修正案，鲜有怠惰之嫌，原提案予以谴责，应严正要求改进。提案委员陈明文等三人。第8案，公平会之裁处机制无法达到遏阻功效，建议公平会应改善现行之裁处机制，确保消费者权益即市场公平交易秩序。第9案。鉴于部分电视购物业者一再以不实广告而违规受罚，公平会应检讨现行之裁处机制，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书报告。提案委员潘孟安委员等三人。第10案，要求公平会应落实公平交易度处罚必要更正措施，对违法事业达到遏阻效果。提案委员守中委员等。第11案，公平会被民众检举案件以后，逾8个月能为能解，应将案件之办理进度以提高办结率。李复兴委员等三人。第12，建议公平会度增南区服务中人力，以加强南部民众服务。委员李兴委员三人。第13案，公平会应如何打击不法度公平竞争，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提案委员潘孟安等三人。第14案，公平会101年度绩效目定偏属保守，应予修正调高，送交本院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潘孟安委员等三人。第15案，公平会应加强对此类限制竞争行为违法案件之主动调查。提案委员潘孟安委员等三人。第16案，公平会已与卫生署等机关积极协调修法，以有效处分并遏止不实标示或广告等违法行为。潘孟安委员等三人。第17案，要求公平会应尽速与卫生署等机关积极协调，严厉解决之道，以有效遏止夸大不实广告等违法行为，保障消费者权益。提案委员丁守中委员等。第18案，公平会办案多属被动，为展现政府公权力，建构公平交易环境，公平会应加强办案之主动性之及时效性。提案委员潘孟安委员等三人。第19案，公平会防治人为操纵物价专案小组成效未彰，应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检讨报告。提案委员潘孟安委员等三人。第20案，公平会101年度预算案有关劳务采购派遣人力之预算及预算员额明细表之说明栏说明，嫌与本院之决议前决议不符，公平会应于1周内依上开100年度决议内容补送详细资料至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潘孟安委员等三人。第21案，潘孟安委员等三人提案，超商及量贩通路业者调涨鲜奶等乳制品售价明显超过生乳收购价涨幅，甚至诸多连锁咖啡业者亦借此调涨价格，公平会应就是否有联合涨价等不公平竞争行为，尽速公布调查及处分结果。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现在，主办处理预算案，为节省时间。啊？不，预算案很快就完了啊，因为预算没有争议。为节省时间，若委员有异议者保留暂不处理，若委员没有异议者照案通过。待全部处理完毕之后，我们再来协商处理保留之提案。好，谢谢。第7啊，税入部分营业基金及非营业特种基金之营业基金盈余缴库数及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数均占照列。是所属营业基金及非营业特种基金专案审议后再行调整。公平会主管税入部分除第二款罚金罚源有委员提案保留在协商之外，其已经照案通过。请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好，没有异议通过。好，现在进行协商。
我早上这两天看到报纸哈，说那个我们经济委员会做了决议，要主委一个月之内提出所谓的上次那个咖啡啊牛奶涨五块钱的报告啊，好，所以好像好，现在只是牛奶要涨，就是要罚3000万嘛，三家厂商，咖啡有待再厘清嘛，哈，好，加油啊，哈，这样让消费者有一种哈，比较释怀，要不然动不动说涨就涨哈。好，我们进行协商，谢谢。好，那个税入部分没有意见了哈，1500万，好 ，OK， 好，通过。好，税出部分来，税出部分陈明文委员冻结，卖冻结三分之一啦，伊咧小单位，哎，但佮要卯了好，又卯不吃草，伊应该罚3000啊，哦，不要冻结，不要冻，不要冻结了哈。这个事实上公平会里面要做一个说明啊，为什么自我感觉良好？你自己认为就是说，哦，你初审结果就是81%，为什么到了行政院就会查下去，变成68%，13%贵呢？所以你们这个编了那么多的预算，你们都自己觉得不错，现在只是行政院自己在跟你们做而已，就差那么多。那如果我们立法院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这个应该要冻结3分之1，好不好？3分之1哦。3分之1，我们接待意思一事薄成啦 ，OK 啦，好，说明一下，各位说明。对不起，不啦，但是员工三五级第五问题无，还是要是这个谢谢那个陈委员的提案啦，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这个施政绩效考核，这个绿灯，这个部分，这个比例，其实我们已经是属于这个绩效良好的机关，我们是比行政院呢施政的这个平均的比例是高了，啊，所以看起来好像68.18%，但实际上行政院各机关整体施政的平均绿灯的，因为它绿灯拿到不是那么容易啊，绿灯比例是64.54%，那我们呢是属于绿灯比例呢。这个多主委，你现在向立法院，你现在向立法院答复，你还自我感觉良好。我现在告诉你，就是说你自己认为是81%，但到了行政院的话，就审核就剩下68%，对不对？你审核的结果比例是68.18%呢，差了13.54%。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施政上，你确实还有待强化，那你就这样子对自己的要求是这样子，然后你再告诉我们说是因为行政院的绿灯是64%，对不对？那我不了解，那要不然你八十一趴的次数来源是怎么样？啊，那我是认为，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自己审核的一个处理态度的话，那我们还是认为，我只是冻结你三分之一，不是把你删除你。然后你三分之一，你在施政上你有什么问？你的这个施政过程中，我们要来了解。你来做报告。这些经费哈，都是一般行政的经费，真的冻结，我们真的是动不了。三分之一啊，哎，这是一般的行政的。小单位啊，收机了，好了。五分之一，这小啊，好了，五分之一，大楼管理了。五分之一，好，不要再讲了。五分之一了 ，OK， 好，谢谢。接着。文主席，接着那个第一，序号三，简略30万，这嘛小单罢了，早安啊。好来。啊，这高官，潘文啊，我想也应该不会坚持啊。第五啊，那外啊。第三就，第三照原列数就不用简略了哈，啊，第四也照原列数了 ，OK， 通过了哈，啊，第五案来。好来，第五案，第五案哈，这个。主席，你刚刚在讲啊，吼，你说现在物价吼上涨的问题那么严重，哦，白米啦、鲜奶啦，开始是奶粉，说什么上一次还讲说这个牛奶是可以替代的，哎，这已经红球啊呢，哎，奶粉跟牛奶真的是一样吗？对不对？好，那你说牛奶是可以替代，鲜奶是可以替代奶粉的，那现在连鲜奶都上涨了。这可见你真的实在是齁，工程会啊真的实在不作为。那现在咖啡
你现在只有在那个了解这个鲜奶这个联合垄断的情况，那咖啡的情况呢又是怎么样？咖啡我们正积极办中，我们会尽可能的去达成立法院对我们的期望。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原来哦，我们发现到了什么都涨，哦是坦白讲，最近的民生物品哦涨得太凶了啦，哦就只有我们农业县的这个夏季水果不涨啦，我就觉得不知道原因在哪里。那我们公平会成立这么久啊，你又是学者从政，充满了满腔热血理想那么多，你今天到了工程会公平会来做这个主任委员，到今天为止我给你看都没什么作为，没有积极的作为，以前还常来写文章，还常来对公平会要有很多批判啊，来都不知道在做什么啊。现在我给你看看所有的整个国民党上台以后的物价最波动最大的，就是你上台这一段期间，你这一段期间的物价波动最厉害，不知道到底是行政院无能还是你个人无能啊，我就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会波动这么多，尤其是民生物品，那到底原因在哪里？那你说你都有在处理，要处理什么？到底你处理有什么？像这个、我们上白米也涨价，你还讲说哦，白米涨价的幅度不高，这样不高吗？几十块不高，对不对？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鲜奶这个涨价那么厉害，连咖啡这个一杯涨了5块钱，这个行政院吴院长都在关心，啊，你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积极的处理，啊，让他谈起来。我们上个礼拜处分了，可能陈委员不。咖啡你有处分吗？咖啡我们。对啊，我现在讲的，你现在是讲这个鲜奶咖啡，那我今天要讲的到底有没有联合这个行为嘛？你这个要把它讲清楚，要跟社会大众讲清楚嘛，对不对？那如果说，譬如说鲜奶有联合行为，那你怎么处理？那现在的咖啡为什么有联合这个垄断这种行为你不处理？就原因在哪里？你要讲出来啊！现在我们已经处分了，上个礼拜已经处分，可能陈委员不太清楚。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处分鲜奶了。我知道你鲜奶，我这样子用鲜奶来给你供你咖啡嘛。我说你鲜奶，你要告诉我们鲜奶的垄断的行为是什么？你只是处分我们看到报纸，你是怎么去处理所谓的联合垄断的问题嘛？但是你处分完了以后，价钱没有降价降啊？我们会尽快。不是，我现在告诉你，你都给小波讲落来啊！你不是在，你不是在做工的呢？你不是在对人民应付的，讲我都有处理。我们现在要你的公平会的功能性是什么？是要让物价平稳呢？那你今天没有啊？公平会的主要的功能是维护市场的机制了啊。但是没有平稳嘛？你真的有在垄断，但是没有降价嘛？你给他发都无意义啊！发不是老百姓的目的啊，民众需要政府能够积极的保护，让整个台湾的这个市场啊基础能够健全啊。那你要告诉我，这个牛奶是怎么样啊？咖啡又是怎么样啊？那你们处理完以后，市场的价钱能不能平稳啊？那我们看到的是没有平稳啊，所以我们才会提这个案啊，好不好？报告陈委，我来处理哈。那个主委是本委员会10月6号在公平会预算宪打的时候，我们有提议啊，哈，就是李庆华委员要提案1个月之内涨回铁蛋啊。现在剩下十月六号不到，差不多10天左右嘛，哈，你要加紧脚步，好不好？是是是，好，给国人一个消费者一个圆满的答复，哈。一个月呢？存早刚，好。不是啦，不是，即摆你讲的重点就是讲，咱希望的就是讲，你联合垄断，你都发现了。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化解这个联合垄断的问题，还让这个物价一直上涨。那今天谈的是咖啡嘞，那明天呢？对不对？尿布有没有下降啊？好，所有民生物品你有没有解决了？陈委，我们要他赶快处理了哈。啊，这一楼600万我们就不要冻结了，因为他已经正在处理，好不好？好，让你通过。好，不，哎呀，不，别生那几了，都别公共都要刷去。咱是徛伫人民的立场上咧，啊，他就正在处理，正在处理了，无啦，啊，都处理都无要紧，啊，你等他，哎呦，原则这个我们是先冻结。那我的意思是，等处理完了结果，如果说我们认为监理委员应该好了，我们就冻结一半，靠不得力，哎，文追啦，就比较刚才文追 ，OK， 好，不要再讲话，谢谢。好，啊，剩下一个而已啊，那个一般建筑地漏没有
跑来十五万来做这二万十五万，唔免啦哈。OK， 好好啊，那个通过通过，那个维持赵元的数量，赵元的数量，好。十五万，当个大委员的十五万哈啊！不要啊！我以为是十五亿耶。你别讲诶，无啊，赵元的数量，赵元的十五万你还买？我还是要讲一下。好，讲话可以啦，主席，那个。自己哈、哦，在101年度公平会哈、哦，自己在查气，跟这样的一个预算呢，都比今年还减少。换句话说，在整个这个查气的动作上，他是自我都自废武功了，预算都自我减少了，送来立法案的预算都自我减少了。那所以我们还要让他这样账吗？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哦，我延续一下刚刚那个主委哈、哦。你刚刚提到说怎么这个才一两个月而已哦，实在是我不认为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呢。我就举个例子了哈、哦，今年五月份第一期到座，你们查到情况怎么样？第一期到座，第一期到座，在立法院我们也通过决议的。今年五月份，你五月二号说已经立案调查了，公平会。是我们这个稻米的这个案子，我们是基本上是整个过程中，我们都是很这个投入不少的人力去查。好，投入不少的人力，结果呢？目前我们的初步的结果哈、啊，是各家的这个价格呢是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对。那没有任何垄断就对了。目前看起来这个当然还有待委员会认定了。哪一个委员会？是经济委员会还是你们公平交易委员会？公平会的委员会。好，主委。是。这个法规上，难怪你会认为说咖啡一两个月、一两个礼拜而已不重要。不是不重要，我们很认为很重要。好，你很重要，你认为时间上太短了，是不是？要查。就好像你们查稻米，一定的时间。清明节、这个腊肠节、端午节，查到中秋节都已经过了，月饼吃完了，都还没结果。五月二号，你们公平交易会法里面。就六个月里面才要公告，从端午节糯米涨价到中秋节过完了，现在要过农历春节了，还没有结果。五月二号你的调查里面，你说已经超过五个月了，将近半年，你们要调查，结果十月十三号，我们也快出来。来，主委，你十月十三号一个书面答复给我，给我们办公室哦。你书面答复讲，本案以内急要案件处理。从五月份我们提案在这里，到你十月十三号才回文，本案已列为急要案件处理，那就不急嘛。过了半年了，你才列为急要案件处理，不是？这个、过了五个月了，哎，我们都是主委，所以难怪大家这对你们意见很大。不，我现在不讲这个咖啡哦，讲一期到座，现在一期到座收起来了，都卖完，大家吃下肚子了。现在二期到座再收购了啦。啊，你们还没有结果，所以这是问题啊。我讲稻米就好，你现在咖啡，国际原物料的咖啡都在降价，降到现在最新的行情，每磅才226.55美分，但是很奇怪哦。你公民会你讲他不理你啊，他照样涨啊，甚至有厂商对于呢。不配合涨价的，他们要断货，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就是如果有违反公平法的嫌疑，我们都会调查处分。主委，报纸已经写得很清楚，十月一号的报纸写得很清楚，者为了涨价，无奈的表示，量贩店不得不跟进调涨。这个、牛奶案我们已经处分了。处分了怎么样？他要量贩店跟着涨价，不涨价马上断货。是啊，所以我们处分了鲜奶业者啊。好，你处分鲜奶业者，那鲜奶业者你敢处分统一吗？统一他先涨啊。先统一就是被处分人之一，三个被处分人之一。哦、好，那是鲜奶的部分，那咖啡的部分呢？咖啡部分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处理当中。鲜奶还有十天给他。咖啡还没啊？还没到了。鲜奶产地的农民因为饲料的涨价。好，中央畜产会已经让他调高一部分的收购价，但是反映到消费者的末端是涨这么多，
借机方改，连黑咖啡都在涨。我们了解委员，他根本没用到鲜奶啊。我们一定会尽力，很快努力的，很快会。所以诸位，明天固然你认为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长，但是对于百姓而言，一个礼拜的家庭生活支出多出多少了？两个礼拜多出多少？一个月多出多少了？一天喝一杯咖啡，他就多出多少费用了。我们的同仁，我个人建议要有这样的一个同理心啦、啊。好，我要不然你说这样的垄断，你看统一赶快处理啊。好，因为还没有时间，还没有到吧？钱好，什么奶茶一人卖掉卖掉两亿包，两亿包他涨了八块，那个他就马上就可以赚到16亿了。OK， 吓死人了，这真的是你不要看这个麦香红茶，这个麦香奶茶，这个一包一年卖1亿6。一六包，然后哇，十六一包，然后一包涨八块钱，那赚多少钱？两亿包，一年就多赚6亿，吓死人了、啊！这不能把民众性的身上拔毛啊，把叮当当提款机啊，我就认为不能在那厂商这样垄断了、啊、哈。好，谢谢。那个原则上都 OK 了哈。那个我再报告，像是五分之一。啊，那个提案之中有那个予谴责，那个谴责那两个字，好，拿掉，好，通过了，好 ，OK， 好，好，现在进来啊，我们就那个主决议那个原则上都没有那个第通通支持啊，那个第七案那个谴责哈、哦、拿掉，这你原要求改进了哈、哦，通通没问题，那个谴责拿掉 ，OK， 那我们。都来报告，我们来宣读，因为重你大概等一下那个条文修是叫中医啊，因为这火箭2500万不痛不痒啊，那听说中那个10%那个不得了。好，继续开会，请议事组人员宣读协商结论。宣读协商结论，税入部分第一案照案通过，分列1500万元。第二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1/5。第三案、第四案照原列数予减。第五案，提案对公平会予谴责字样删除，冻结1/5。第六案照原列数。协商了呢，你都等于啊，这样玩不开戏啊。主决议部分第七案修正通过。提案予谴责字样删除，第八号、第十、二十一案通过，宣读完毕。阿扁呐，乖。报告委员会，有关公平会之预算委员提案部分，均照协商结论通过。务委员提案之预算，均照案通过。请问委员各位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水统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接着审查会通过之决议文字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另外，中华民国101年度中央总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单位预算部分分配经济委员会审查部分，审查完竣，本会审查结果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经济委员会李召集委员复兴出席做补充说明。那个要不要交党团协商？那个没了哈，不用。有保留的啦，保留的啦，哦，保留部分而已啦哈、哦，剩下都通过了，剩下都不用党团协商。好，现在我们处理公平交易法制修正草案。好，谢谢。报告委员会。依序请提案委员金所忠、委员赵丽云及委员罗明才说明其提案的要旨，简单扼要，谢谢。那个我这3分钟就好了，好，哦，谢谢，好，谢谢。一个案3分钟是。主席，我们吴主委、公民会的各位主管、各位委员同仁、媒体的朋友。那么非常谢谢啊，主席把这么这个宝贵的时间呢排上这个法案呢，当然这个法案也非常的重要，尤其我们在考量到公平会啊在遂行他的这个职责的时候，我们往往感觉到为民众的利益啊没有办法有效的把关呢、啊，
那么最主要的这个理由啊，就是我们发现呢、啊，它跟全世界的这个相关的公平会的这个法案法规方面呢，有欠缺接轨的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联合垄断的行为、不公平的这个竞争呢、啊，事实上对事业间的正常贸易或者是商业的活动啊，是伤害最大的，而且会整体这个减损呢、啊，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跟竞争力，更伤害到我们公共的利益啊。我们拿最近这些咖啡啊、这些奶茶、啊、这些饮料的这个涨价，就是很明显的这个例子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国外啊，对于这种联合垄断的行为、不公平竞争呢、啊，要有效的破获，最主要的是要能够取得证据。可是这些进行联合行为的这些企业啊，当然在这些方面呢、啊，都已经设想得非常完整了，所以说他们在取得证据方面啊，对于让公平会要有效的破获方面却很难。那怎么样能够让他能够这个能够让他窝里反呢、啊？是很重要的。国外都有窝里反的这个条款，所以我们引进先进国家的这个公司宽恕的政策，窝里反的这个条款呢、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事业间存在有联合行为的意识和制，急需证明事业对此联合行为具有主观上的明知或故意的协议。那么需有证据显示至少有两个以上的独立事业涉及此项协议的行为的破获，那就有很大的这个帮助。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在我们的公平法里面引进这个窝里反条款，也就是所谓的公司宽恕政策。那么也像我们的这个证人保护法里面的这个污点证人这样一样的情形，让我们的公平交易法里面啊能够有这样子的条款规定的话，就能够有效的破获联合行为。这是本席的第一个这个提案。那么第二个提案呢，是我们可以发现呢，能够进行这个联合垄断行为的，通常都是非常大的这个企业啊，市占率非常高的这个企业啊。那在我们现行的条文里面呢，罚款呢只有上限只有2500万呢、啊，那真的是太少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高科技产业啊，在国外啊，动辄被人家一罚就是十数亿美金呢、啊。这个几亿的美金呢、啊，那人家就没有定下像我们这么低的这个上限呢、啊，所以我们也比照欧盟、比照美国、比照日本呢、啊，能够裁罚到它的营业额的十分之一。那这样子的话，这样吓阻力啊就比较大。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拜托大家能够支持这两个这个条文。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网络上啊，现在有很多是以素人的名义啊在做行销。当然，我们在我们的公平法里面已经对于知名人士啊，对不实的代言呢，已经有所罚则。可是我们看到现在有许多网络的部落格、啊，那么人气的这个部落格，他对美容商品、对餐饮、对金融商品呢、啊，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代言呢、啊，推销啊。可是事实上，很多都违反医疗法、违反食品卫生法、违反药事法，而且不负相当的责任呢、啊。那我们也晓得，在这些素人里面，有些不完全是素人。而且是职业的素人、职业的部落格推荐者，甚至公司啊成立部落格人气网站呢、啊，来变相推销的行为，来回避相关的法规啊。那对于这一部分呢、啊，那么只要是有所收益的部分呢、啊，它是蓄意拿人家的钱来做推销的部分，跟一般纯素人应用商品的感受那种情形，我们也要做一个区隔、啊。这种不实的代言，我们也应该纳入罚则。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不管是赵委员的版本、罗明才委员、江凌军委员的版本里面都有提出来，但是当中间还有差别。那么赵委员的版本是说对这个素人一律不罚，可是在我们来看的话，现在很多素人是职业的这种成立人气部落格的方式，以替公司企业代言的这种方式来做部落格做素人推荐的这一部分，我们决定是主张是应该要罚的，特别拜托各位委员能够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赵丽颖委员跟罗明才委员现在不在现场，好，对，谢谢您。这样子，那个赵丽就请吴主任委员哈，就简单扼要的说明，等一下还要再询答，你干单得好，好。简单，刚才就丁委员的意见好提案，对，就刚才很简单扼要就好，两分钟嘛。好，主席各位，好，那个谢谢，非常感谢呢丁委员的提案，还有也代替了这个两位委员的一个说明啊。我想这个联合行为的这个垄断呢，是社会大家所非常高度关注的。那世界各国呢，打击联合行为大概有三个最重要的武器啊。第一个就是重罚，
第二个呢，就是给他们宽恕的一个机会，宽恕政策握力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收证的时候要有一个搜索扣押的一个权利啊。那这三个武器呢，我们都在公平法的修法草案中呢，都已经把它放进去。那目前呢，这个丁委员有提案呢，先就这个重罚，也就是罚到营业额的十分之一，以及这个宽恕政策的部分呢，先提案到委员会来。我们公平会呢，也乐观其成，因为它跟我们的修法的这个方向呢，也基本上是完全的吻合。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非常的乐见，也乐观其成。那至于若干文字的部分，我们也事前跟丁委员也做了一个协商跟有共识啊，所以这部分是没有问题。那在这个见证广告的部分啊，刚刚丁委员也提到，那我们基本上对丁委员的这个想法呢也很赞成。那但是今天有两个不同的提案，就是赵委员跟罗委员这两个提案都是针对同一条来提。那当然最后的结果不可能这两个提案是并存的，所以基本上是我们所以我们有提一个折中啊，也就是基本上跟丁委员的精神呢是吻合的，就是说诉人的部分基本上呢他只有在他收受报酬的一个范畴之内呢是要负一个赔偿责任的啊。那这个部分因为诉人他如果能够做他做一个不实的见证广告的话，也不是完全的不可责啊。那他的报酬其实也不高，就是看他替他这个广告拿个几千块啊，一两万块，就在那个范围内他要负一个连带损害赔偿责任。那我想也是给一般素人的这个见证者的一个小小的警惕呢，我们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啊。所以基本上以上呢做一个简单的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谢谢。好，做个补充报告。刚才罗明才委员跟赵立委员就的说明已经委由那个丁守中委员一并说明过了。好，谢谢。现在进行询答，你要回去加以复选，加以选举，我知道。我点公开版呢，他是自己选举。现在进行询答，每位委员五分钟。好，上午登记到上午10点为止。哎，别进来了。五加二，八加二，五加三加二。好了，好，这里主席请诸位。诸位有请。好，诸位。陈委员你好。早，我想您是学者从政啊，齁，您一直你一直在学校里教书嘛，齁，没错吧？是的。我记得你好像在当学者的时候就常常齁写文章齁。是是是。来批评公平会。那今天你上任到今天为止，除了今天丁守中委员、赵立寅委员、罗明才委员所提出的这个法案的一个修正以外，你自己有没有主动提出公平会的这些法条的一个修正？是，跟陈委员报告哈，本人上任之后呢，对于修法呢是格外的重视，因为本人是研究公平法数十年的，所以我对同仁们就是说提出一个我们公平三法啊，希望在我们这一任的这个任期内呢，应该要有所这个推进啊。有吗？所谓公平三法、就是，公平三法哪三法？我怎么听？是我跟陈委员报告，第一个就是公平交易法啊，第二个公平交易委员会组织法，第三个我们这个多层次传销呢要单独行政院通过没有？你到底有没有提嘛？前面组织法的部分已经二读通过了啊。那多层次传销管理都是在你任内吗？是是是，多层次传销管理单独立法的部分，我今天我院会已经通过，我们已经送立法院。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像类似这种法，你都没有主动提出来呢。那公平法为什么都要叫立法院来提出来修法？公平法的部分你到底是在跟陈委员报告，公平法的部分我们是希望整体修，那我们也把草案都已经做好，也做完部会协商了。我想组织法呢，其实行政院组织，诸位你听我讲哦，组织法其实不是你提的啦。我坦白讲，我个人认为哈，公平会的一个组织法，人家行政院有整个哈组织的前面的一个
这个修改嘛，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不认为这是你的政绩了。我倒是要问的就是公平法，对公平法，是吧？公平法，我一直认为你至今都从来没有提出哦这个修正的法案。那譬如像现在不要所谓压住滑水，让假扮下掩盖，你哥哥你观察你有没有在压住滑水？让这样的来考，你有没有提出来？今天看到的是这个丁守中委员提出来，你自己今天提这个，譬如讲布洛格的这个推证。不属药法，因为你自己认为这个技术上是有问题的，那你也没有自己通过之后两个月再提作用法。其实我们都准备好了，行政院希望组织改造的组织，那你意思今天就不需要讨论了、啊？两个月再提作用法，你是什么意思？你是什么意思？今天讲这个不是说今天的不用讨论，而是说整个公平法的修正由我们自己提出来的部分，因为组织法会牵涉到，譬如说名称的变动。主委，你知道这一次是现在就修了公平？主委，你知道这一届就是最后一次的会议吗？马上又要再修改。委员会今天是最后一次呢，你知道吧？是你还有什么？还有多少机会能够提出来修法？啊，你已经上任多久了？是我们去改是同规改呢？你提出来以后，如果这一次没有通过的话，过届就不算了呢。那你下一次你能不能再当主委，你还不知道呢？有没有正常东西还不知道呢？我只是告诉你，任期还有一年半，我们会努力。我跟你讲，任期汤清泉也是有任期保障啊，啊，他不是在最后不是没有了吗？你以为有任期保障就可以不作为是不是？给你公平会有这任期保障是希望你有作为的，而不是让你们没有作为的呢？啊，认为说我有任期保障，我不改，我不走，你嘛不要多花。我们修法上一届的汤清泉是也有任期保障的哦。认真后来有没有做到任期结束？没有呢，还是被换下来的呢。唔当干嘛抓啦？不是啦，你自己都公平法到今天为止，你当学者的时候你怎么去讲？到今天为止你有没有做？今天我们在讲的像布洛格这种这个法不法，你还自己还没有办法去好好的一个处理，还跟人家委员讲出来，你还说技术上是有困难的啊？那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困难？你现在怎么法？你告诉我一下要怎么划啊？你这要怎么划？见证者的部分，我们目前上会期修法已经通过这个损害赔偿的部分嘛，哈、就是。你现在是公平会是建立说在收入范围内裁划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如果受有报酬啊，那譬如说我去做一个见证广告，我上电视去做一个见证广告啊，去表达我的经验或者我的意见，那也许他收了3000块、5000块。啊、哦，那10000块就是在这个范畴内，他要啊？你怎么知道查是他有怎么对价的这种情况？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可以你怎么去查？我跟你讲，这技术上是有问题的，对价是查不出来的。人家怎么跟你讲？我给他多少钱？每一个案子调查，但你怎么查嘛？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嘛，对不对？你现在在讲所谓的在收入范围内裁罚，在技术层面上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吧？这个部分坦白讲问题对不对？啊你怎么查嘛？怎么查嘛？请这个，譬如说请。那今天这个案怎么通过？你到今天为止，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去执行啊，定这个法有什么用？行政法照好，有没有用？可以了，这个对这个你这个见证的还是的好。我问你啊，所以我再问你啊，你说见证这个对价查不出来，那你还跟人家讲说在收入的范围内要裁罚啊？这不是矛盾吗？这不是矛盾吗？对不对？这不是矛盾吗？啊、你家己无路查出来，到底人给伊偌济，你也无法路知啊。啊，你这边人讲好，也收入的范围内，这是有问题的啦。事实上，每一个案子我是觉得你这个理想跟实际哦，让你做了以后才知道，携手从政就是这样子啦。我要在这里再问你啦，那我问你啊，我们今天讲鲜奶、奶粉哦，都已经查了，那现在只有咖啡。还没有查，不是没有查，我们已经在查到一半了。那现在查的情况怎么样嘛？因为经济委员会上次要我们在11月6号之前有一个结果，我们现在正努力的朝这个目标前进当中。我卖公上了，刚刚吴院长抵立法院供个鸡骂了，已经将近2个礼拜了，有没有？半个月了，是，有没有？那你要到11月10几号，等于安尼逃不安尼好，所谓咖啡的联合。这个涨价的行为哈，已经持续一个月以上。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希望公平会是能够积极作为，
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这个你们真的能够去做好任何一事，包括奶粉鲜奶，真的今天讲的就是说社会关注的哦。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有没有提出来讲的哦。那今天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譬如讲我现在在讲，我们四月份我们跟你讲这个稻谷的价钱啊，你们也没有真正去查，对不对？哦，咱市委政府里农民手中无切开心。安贸然去宣布我们要调高公粮的一个收购的一个价钱啊，造成米价应声上涨。当时我们就要求公平会要调查特定有内线信息的粮商是否有不当的囤积，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查，公平会有没有查啊？有没有查？有没有查嘛？不当的囤积包括购买啦，还有作价哦，有没有查？是我们公平会主要调查的一个目标哈，是联合啊。是，我当时记得你有送给我一份那个名单啊，这些名单我记得都是都会区的这些粮商啊，农业县份的你们都没有查，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原因在哪里啊？原因在哪里？有内线这个消极的这些粮商，你到底有没有查嘛？有没有查嘛？有既有粮商这个身份，又有这个特定这个敏感身份的这个，是是是，你到底有没有查嘛？报告，我们全就基本上不是只有查都会区的，我们乡镇地区的也有查。没有，那查的结果基本上没有价格，没有嘛，你就没有嘛，我跟你讲就是没有嘛，我曾经跟你讲过了嘛，你也没有嘛，那你在特定的那个你那个查的那个对象，你再一份给我。上一份我看了以后，你没有查嘛？你都查新北市嘛、高雄市嘛？啊，你都没有查嘛？啊？你我们的承办处也讲是嘉义，你七月份嘉义县也有，你七月份一起到做收成的时辰，那个粮价的波动也很厉害啊！啊，你也没有去查啊？你那个时候这个政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宣布调整。公粮的一个收购价格，造成我们整个啊这个粮价上涨，啊，又因为要抑制这个粮价输出公粮，啊，等到真的这个我们收购的时候，啊，市场米价又太多，价钱又下跌了，哦，造成我们整个公粮收购提高，农民没有得到实时的那个价格是有波动。我现在再问你一个比较敏感问题，七月份的时候，这个。有粮商主控嘉义地区啊的农会啊收购的价钱比较偏低啊，所以他就告了农会啊，好，告了农会。那这个现在这个公平会说要介入调查，你知道这回事吗？诸位，你刚才因为一个是涨嘛，一个是跌嘛，我们就一并不是不是一并了解。现在就公平会说要要求三家农会要提出原属交易凭证。那农会有没有提出来？有没有？有提出来哦。那我要在这有没有？有嘛？哈、哦，没错吧？农会三个农会都有提出来嘛？哈、哦。好，那我要问你哦。请县政府。我要问你哦，这个吸血鬼的这个粮商，公平会有没有要求他也要提出原始的一个交易凭证？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你们有没有嘛？调查的细节。你们有公平嘛？连这个公平都没有嘛？这已经在法庭上，你们公平会两造双方都应该要提出。原始的交易品你有没有提出嘛？有没有嘛？调查的程序基本上都是有没有就好，不要跟我讲那个程序有没有。你有没有要求粮商要提出原始的一个？当然我们会看调查的有没有来有没有啊？有没有调查的必要性？那有没有嘛？我现在告诉你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提？有没有去要求部分？有没有去要求？我要请我们业务单位来。有没有要求业务单位？有没有要求？跟我报告，我们的调查程序是一样的，只要我们不见得会要求原始品。我们所要求不是现在已经要求了，现在要求农会提出来了，所以农会交给你们原始凭证了。那现在粮商你有没有要求？我们是要求提供能够证明他收购价格的资料。这个原始凭证都要你主要要公平的话，你应该两边都要要求。哦，到底是不是农会真的是人家在收900，你收880、850？所以这个都拿出来，是不是你真的自己讲到说你是九，你这个你没有说比这个880还要低的，你拿出来啊，
你拿出来。好，请常委好不好？所以我的意思，你公平会，我今天在这里执行你哦。哦，我做会议记录的哦。好，谢谢。哦，我们还是会后续还会追查你，到底有没有公平的在追查。哦，两造双方农会跟粮商的原始这个交易凭证哦，你们要去查的哦。今天是几月几号？今天是几月几号？十月几号？啊？十月二十四号哦。二十四号，好不好？好，我们是希望这个你们真的粮价好 ，OK， 好。我们发现现在有粮价有几这个啊，这个比价一直在上涨哦。有没有人在联合垄断？好，好，我也在这里也请要拜托你哦。好，查清楚，查清楚 ，OK， 好，好，谢谢。哎，潘潘伟。主席有请一下主委。哎，主委有请。我想哈，大家关心的哈，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法哈。那为什么当大家一直很关心？我知道主委呢，本身过去在这个在学界里面也是享负其名，对于公平交易的部分。不敢不敢。但是呢，我认为在实际的工作上，是我们每一次会籍都跟预期有很大落差哈。那当然，这法律里面刚刚讲的，陈委员讲，说比如说稻米第一期稻作已经收割起来很久了，现在已经进行第二期稻作了，你那个稻米的垄断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啊，从葵春查到北楼，从这个清明节查到中秋节已经过了，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现在过农历年了。好，这就是整个在一个法的执行上了。坦白讲，这里面有很多，你可能人力也好，法规也好，我认为这个都应该是做一个制度面的一个修缮了，而且是不应该畏惧任何事情。你说物价每一天人民在接受这样的考验了，啊，固然你们有一定的期间，但是能把时间缩短，人民每一天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他所每一天所支出的费用成本都比较高，所以呢怨声载道。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执法的过程里面，能够压缩缩短这个期限。然后这查缉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方式了，比如说我刚延续我刚刚在询问的咖啡就好了，咖啡豆从今年五月份到目前为止已经下跌了26%哦，国际的咖啡豆是下跌的，进口到台湾来也是下跌的，从五月份到现在已经跌了26%，但是呢很奇怪的，哦，咖啡豆猛涨，一杯涨5块10块。那个比例之高是吓死人。你比如说，我就举台湾一个厂商，他一年要卖1.5亿杯啦，1.5亿杯的一个1.5亿杯呢，如果按照1.5亿杯，他占5块钱就好了，啊，就最少都有7.5亿，哦，那所以说这样子当中里面，我认为5块钱对一个消费者可能不高，但他长期一个消费者，但是我比较担忧的是，好，咖啡你们要查啦。但是我觉得这好像是有点南北差距哦。怎么讲？咖啡是一个都会型的一个消费品，稻米固然它是在生产在农间，但是也是全国性的一个消费品。但是好像哦，这些上班族用的东西你们就比较重视哦。你在咖啡它查到现在怎么样？咖啡啊，咖啡我们就是要希望尽力在大院的要求哈。期望之下，我们在11月6号之前。11月6号，好，那我问你，那主委，我请教一下，那你全国的咖啡统一啦，超商各超商都涨，连知名的国际连锁店星巴克都涨，那你星巴克涨，你有没有看？它整个国际原物料是跌的啊。嗯。那你们敢不敢查这些外商？是，这个不是外商不外商的问题啦，而是说它是不是在同一个市场？这就对了，这就很重要了，主委。因为星巴克它比较高档的哈，那高档那你有没有查？它如果是单独涨价的话，我们就要看其他高档有没有跟它联合。那高消费者他就比较好杀就对了，可以当肥猪肥羊一样宰吗？也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不能这样。它涨价，它也要面对消费者的检验跟市场的检验。固然是消费者，但是它联合的话，消费导向我们就要处罚了。那就对了。那好，那星巴克它是整个主宰的一个单一厂品牌的一个，它也涨啦。那你有没有查他国外的那个价格有没有涨？还是把台湾认为台湾的消费者比较傻、比较笨、比较肥，任我宰割？国外没有涨，新加坡没有涨，香港没有涨，就涨你台湾？那你怎么办，主委？有没有办法查到这个？
是这个星巴克部分，我们当然也是有一并了解了哈。但是我刚刚有提到说，它跟超商的那个现煮的咖啡，因为价位差太多了，当然是差很多啊。我们的认定可能不是属于同一个市场了，啊，因为在公平法上，我们所谓界定这个特定的市场，它必须有竞争关系的啊。主委，咖啡豆是应该你进的，它是一个它进口的咖啡豆里面还分包出去呢。所以在这样当中里面，它有可能就影响到的也是整个卖这个咖啡的消费者，不是大众广群而已呢。对对。所以我们认为说，消费者不应该去分族群嘛，你消费者也不能说分阶级嘛，对不对？那就好像说，好，你现在咖啡茶，你说十一月六号，那我讲说奶茶好了，鲜奶，你说花了统一花了多少钱？统一部分鲜奶案是我们统一是罚1000万。一千万，那味全呢？味全罚1200万。他不怕你罚嘛，主委，我都跟你讲过啦，1000万，他只要涨1毛钱，涨1块钱就有啦。他1年6亿包，一年1.5亿包的那个纸盒装的那个奶茶，要2亿瓶2亿包，单单一个麦香奶茶，他就2亿包，他现在一个涨价，他就可以多赚了16亿。他哪怕你1000万，你一个月跟他开1000万，他都不怕。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啊，包括奶茶。你那个什么红茶根本没有加鲜奶，它更荒谬的是，没有加鲜奶的红茶占了47%。那个案子统一他是有解释的，他说他是产品的升级，并不是单纯的调价。主委，你要看国际原物料产品的升级，都不一样。用产品的升级，难道他说又加了什么奈米，还是加了喝了这个产品升级之后可以长命百岁，还是可以青春美丽？这是这个荒谬嘛？这红茶一般红茶它占了47%的，我们公平会居然会相信他说哦，产品升级。个别我跟委员报，个别产品的涨价哈涨跌，如果说很多竞争产品的话，公平会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管物价的，我们是管联合。好，你讲物价，所以它个别品项，它没有联合的。你的物价，你们在管物价，你的物价监控机制，你到底监控料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你说你监控物价嘛？你物价目前整个 CPI 里面上浮已经。刚刚我跟委员报告说，我们公平会不是一个物价管制机关，不是一个物价管制。啊，不是，你说你要监控物价，我们会监控就是有没有异常的波动。我知道你要监控有没有异常，那现在已经异常，所以我要提醒你，连同你的长官主导的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是已经上浮快达5%了。16项民生物资里面，涨幅已经高达4.7%了。这其中里面，民生每一天用的，从 CPI 已经原本预定大概1.35%的，但是整个物价跟委员报，物价是一个非常整体的问题。那当然整体，我就讲16项会呢，一个会可以。主委，我讲行政院稳定小组监测的16项民生物资，全面平均已经高达涨了4.7%的。代表这是在波动，但是我们在 WEF 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统计之下，我们的物价的一个表现是非常好的。主委，好啦，如果你都自我感觉良好，不顾百姓的生活的话，各国都涨，不是只有我们涨。我们认为，我跟你提这个物价已经波动4.7%的，连行政院控制的监控的，那你们公的要不要去查有没有联合垄断？因为这16项物资里面最好联合垄断的就米啦。奶粉啦、啊、面粉啦、啊、鸡肉啦、啊、糖啦、啊、沙拉油、泡面等等，这些都是个别厂商在生产的16项民生物质的，这涉及到一定是否有这个联合垄断，公平都要去查这个啦。我不是要你去监控物资的、啊，有可疑的我们都会去查，因为这是每一天民生都必须要用到的啦。是是是是。那好，我再问一下，最近大家很关心的很多学者。从来没有那么多学者去关心到台湾沿路市场的现收。之前去年我们在这边咨询你，富邦去买那个成立一个大户去买了那个富邦去买了媒体之后，你们弄了一个12项的一个决议，弄了一个12项决议，富邦去买那个大户媒体哈、哦，那个凯擘这12家，你们弄了一个这个13项哦，13项决附带决议的，好，是这等于就帮他背书。现在呢，中家要去买，你们又弄了，中家那个旺旺买中家，
你们又弄了十一项附带决议，那附带决议他根本不理你啊，怎么讲呢？今年他就东升得意过那个就出来讲了、啊、公开跟你们讲啊，是他你那个你的附带决议他就马上跟你违反的啊，你说你的附带决议其中有一条这个不得那个董事不得兼任嘛，你现在他四个月以前过必再通过不到两个月他就用同一个人担任万万宽平以及东升国际的这个董事，都是同一个人啊，都是同一个人啊，他不怕你啊。是那个我跟你要小心哦，你那个他还会登报纸修理你哦，像那个 NCC 委员一样。是这个我们修理到这张 NCC 不敢，三个委员不敢审他，是我们七个委员只有一个敢去开会。是必要的承担我们都会去面对了，这个我们无所谓哦，我们希望是你是有肩膀的哈，但是我们希望你是有肩膀的，你这个附带决议不是沦为背书的橡皮图章啊。不会，这个我们都会很切实的去查，他目前还没有结合，他如果一旦结合的话我们会去查验他有没有董事兼充的情况。公平会先开了第一道门，做了十一项的这个背书动作附带决议，然后这个NCC 开第二道门，经济部投审会开第三道门，这一定会通过的啦，主委。好 okay, 政治力的那个一定会通过的啦，百分之百通过的啦。好，但是我是希望就你是一个学者，秉于学者的良知，媒体少数化垄断化，从无线有线网络一直到整个互网，这一个垂直整合包装媒体杂志，一个垂直整合，那是相当恐怖的一件事情啦，主委。是，这是一个全面性的垄断。好，而且谢谢。他公开要特别注意啊，哈。OK， 好，谢谢。丁守中委员，主席可不可以请吴主委答询好吗？谢谢。主委请，有请。丁委你好。吴主委你好，吴主委，这个刚才像陈明文委员呢、啊。我们朝野委员大家都有这种共同的感受啊，就是我们总认为啊，这个公平会在很多事情方面啊，照道理来讲，你们拥有最多的专家，拥有最多的人手，拥有最多的资讯，啊，又有手上又有最多的资源呢、啊，面对这种人民生活感受上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应该是防患问题于事先啊，而不是这个慢半拍，慢于民意的这个感受。我们也特别在这边强调啊，本期过去也都讲过。刚这个陈委员所讲的话，这本席过去也都质问过你啊，任期保障不是可以让你慢慢来啊，任期保障不是让你说消极保守，而、啊、是要你更主动积极，让你没有后顾之忧，让你可以放手做事。是我们是在跟时间竞赛，让你不受限制，这样才任期保障的意义是这样子。你不能说啊，因为你有任期保障，老实讲，民进党执政连关中院长都有任期保障的，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也都辞掉了，对不对？过去也都有例子吧，说不能够拿任期保障来做这个理由啊，说很多事情慢半拍，我们希望你更主动、更积极。是，谢谢。连我们委员大家都开始提案了，报道媒体都已经民生物资涨成这样子，都已经成为生活感受，成为重大民怨了。然后，公平会不能够因应在裁罚的过程中所因应的一些瓶颈障碍，不能够主动的提案修法，那确实是慢的，那确实是慢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特别希望啊，今天就能够把这个法通过。为了报告丁委员，为了解决民怨，本席接受你的鉴定，今天预算之后来审查这个。对对对，我要特别谢谢我们这法案，谢谢特别谢谢这个主席这个李委员呢、啊，真的是，因为我们谢谢。我们这个也是让你有更多的工具啊，在让你裁罚的时候，因为国外都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我们看到、啊、这个公平会要因应时空环境，反垄断的查核执行呢、啊。有自然难行的部分，你就要修法。法是活的，因为法律是工具，啊，要因应新生的这个违法的这个事物啊，啊，不要给它漏洞啊，就及时的补漏啊，那这样才行。像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些职业的部落客啊，那是替若干的厂商在后面进行另类的网络行销的，那这种啊，就应该及时的要补这个破网，就要裁罚啊。一般民众他的感受，那当然个人感受不一样。一般民众如果没有这种拿钱的这种行为啊，那当然这种我们就不予这样裁罚，对不对？所以我说，在罗明才委员跟这个赵立颖委员的版本之间，我们还是可以取得一个共识的啊。
可以取得共识。本席的建议就是对于那些职业的部落客啊，那种是拿钱的，是变相的啊经营的那种就要裁罚。另外我们也看到刚才这个潘委员也提到啊，现在裁罚2500万上限不痛不痒，这些都是大集团企业，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在国外一下动辄十几亿美金、几亿美金的财阀，对不对？在这些部分就应该提高它的这个上限，否则的话，那么一点点钱没有吓阻力的，好吧？我们希望能够全力的通过。当然，在这个文字的部分呢，我们也看到有些地方为了跟我们整个法律条文呢、整个版本的一致啊，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做了一个动议的这个修正呢、就是有些是这个我说前条啊，有的地方呢指很清楚啊，因为条次不一样，就要讲第41条啊锁定的这个。罚款处分啊，那这个我们再做出一些修正。像有些是我们说是营业额，那既然前面的条文讲的是营业金额，那我们就把所有我的营业额的部分，我都把它改成营业金额，谢谢啊，让这些相关的这个文字啊能够这个一致啊。那我另外再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细部的小文字的这个修正，能够配合一体的，我们也希望能够诸位能够支持，能够尽快通过，我们支持，好不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接着请吴清池委员，吴清池委员，廖国栋委员，哎，换一下吧，那个丁委，我来简单。好，廖国栋委员不在，那我们现在请李富清委员咨询。请党团催一下这个其他的委员，好不好？谢谢。再催一个。报告主席，有请主委员，请吴主委答询。主委您好。主委辛苦了。那个我看到报载说，味全统一跟光全受到公平会罚，加起来是3000万哈、哦。是的。不过他们三个业者异口同声啊，说表示他们没有联合涨价，同时这三家业者又表示啊。不会调回原价，有没有这回事啊？媒体上我们也有看到这样子一个。请问那个？但是他们同时表示会做很多促销了，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一个降价。不过，既然如果不会调回原价的话，表示我们跟他采访有问题啊？会不会这样讲？因为听说，是味全现在研究。将提诉愿呐，然后统一超商明确表示绝对不会调回原价。如果不会调回原价，是不是跟公平会打对台呢？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我们处罚的是他的联合行为啊，那他必须要停止他的联合啊。那他的罚款的部分，他虽然提起诉愿，他还是要交啊，他不能停止执行。那他如果不降价的话。那就是看你的意思说联合涨价要联合降价对不对？不是联合调回，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再有联合啊，不能再联合。也就是说上次联合涨价5块各通通都是5块钱，所以花加起来3000万就没有事了。也不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如果后续继续联合的话，但是有证明，不管后续继续联合可以连续那个已经涨价了没有再调回啊，就继续联合一样啊。那就是要看他。假设某一家降了1块钱，有些降1.5块，有些降2块，就表示通通没有再继续联合调涨嘛，对不对？但是他们现在是这样，不愿意调回原价，表示继续联合啊。照讲继续联合的话，应该继续处罚，有没有这种条例？公平法当然是1到41条，它是可以连续处罚。好，但是必须有这个证明说他还是在联合。因为三家通通不会，他不愿意调回原来的5块钱的调涨啊，不愿意调回来，表示继续、这个也有可能是个别的决定或联合的决定都有可能，还是要看个案的证据。这是一个新的案子，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他的确还是有联合，是在联合，譬如说我们抓到一个证明，他某一天几个聚会在一起说我们继续维持这个价格，有这样子证据的话，当然这不是很容易。那就可以连续处罚，但是显而易见，他们现在已经三家都各涨5块钱嘛。是。现在一杯多少钱？那个味全统一跟光全一杯多少钱？知道吗？
要看不同的那个容量的那个，它品项很多，好，一公升、两公升、三公升。但是这么巧，竟然三家的产品通通都涨五块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咖啡的部分，对对，所以我们给他处分，三家加起来是3000万嘛？是是是。但是他们已经对外表示啊，绝不调回原价，表示继续联合垄断涨价，有没有？应该是这样解释啊。这个部分。所以理论上应该继续罚，连续罚，什么时候继续罚？表示公权力啊！难得朝野的委员通通支持你啊，要逼你要，本来李庆华问你，李庆华委员说问你多少，你说3个月，大家朝野都认了1个月比较适中，本席也支持啊，所以难得，我想等11月6号之后，假设啦，他没有调回原来的5块钱，或者应付一下，一个调2块，一个调回3块。那就是没有继续联合垄断的这种嫌疑嘛，所以假设10月6号没有改进的话，本席建议应该继续连续罚，每天罚，可以每天罚吗？这边当然我们要很小心了、不要让公平会变成一个物价管制机关，我们还是要这个聚焦在他有没有联合这一点，那这个当然还是要证明。那不能够把公平说罚到他降价为止，这样就好像变成一个物价管制机关，恐怕也不是很妥当。那他们业者三家业者表示不会调回原价，就没有办法了。公平会对这三家没有办法了。就是说我们会了解他是不是有后续的联合的状态嘛？啊，那这个处分之后，我们仍然会继续的追踪。我想11月6号之后，应该国人会特别关注啊，公平会有没有尽职尽责啊？另外有人发起拒买的，像茉莉花革命一样，那个公平会吴主委，你认为如何？拒买这个是消费者他的消费者拒买，对啊，他觉醒，然后来消费者意识抬头啊。假设他们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是尊重了，我们认为消费者对。消费者他团结起来对抗这个业者的，我们觉得是，基本上我们是尊重的。这是最后一道消极的办法。是。应该公平会应该提出更积极的行为啊，理论上，因为你如果让消费者自己，然后聚集起来要茉莉花革命的话，我想公平会存在与否要另外考虑的，这是本席的意见。这个应该多管齐下了。公平会这边消费者，那政府其他的主管机关，各个管道多管齐下，才能够使物价比较稳定。好，公平会的存在很难得，所以我希望那个主委你还年轻，应该提出更更有魄力的行为，好不好？以上，谢谢，时间到了，谢谢。好，我们谢谢李复兴委员的咨询，我们现在请李复兴委员重新回到主席的位置。他姐，眼镜飘，不在。曹尔忠，曹尔忠委员，赖世宝，赖世宝委员，林德武，林德武委员，林炳坤，林炳坤委员，孙大千委员，黄九伟，你上蛋姐，我先读他个呀。好，卢秀恩委员，杨琼委员，孔文吉委员，吕学章委员，陈淑慧委员。潘瑞刚委员，康世祖委员，蒋乃新委员，罗淑蕾委员，卢嘉诚委员，许天才委员，江玉雄委员，王金师委员，郭淑春委员，林建荣委员，郑经理委员，杨立凡委员，陈廷辉委员，田秋瑾委员。薛玲委员，林昌敏委员。好，接着请黄伟哲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各位同仁，请主委。好，吴主委有请。黄委员你好。
诸位，请问您哈，是，其实现在最近大家在提出这个部落客的问题哈，是是是，部落客的问题，如果他做的一个是一个就是说他牵涉到有牵涉到商业利益的这个什么推荐文章啦，或者说去哪里吃饭觉得好吃的不得了啊，大家应该赶快去尝尝，这一类的话，您觉得跟一般明星的代言有没有不同，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当然就是说名知名人士他的代言的那个影响力是比较大的，也不一定啊，布洛克有这种布洛克有什么布洛克女王啦、啊、布洛克什么东西的，他也影响力也是很大，有对啊，所以说你们这部分对于他的代言或推荐的责任你们是怎么看待？对，所以我们的立场是说，不管是知名人士或者是布洛克、啊、都是见证广告，都受公平法的规范、嗯、只不过这个见证广告的部分，如果他不是知名人物的话，那我们只有在他收受报酬的范畴内让他负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也就是他把他收的、嗯、譬如他收了10万块钱的代言费，然后就出了问题，就在10万块钱里面求偿，是是是 是那知名人物就不一样了，知名人物对就没有这个限制。嗯哼 OK， 另外一个问题、啊、如果是他没有收报酬呢，他如果完全没有收报酬，那譬如说是他是内部的员工假装的啊，哦，我在这个公司吃的不错啊，啊，他的确也说，对啊，你不能说他不实啊，你说我的确吃的不错啊，好、哦、啊，这后来出了问题，这个东西就有灰色地带、啊，好不好？好、哦，他可以说我是义务替我们老板代言啊，是，好、哦，或者我拿那个药哈、哦、给我妈妈吃，哦，我妈妈吃的真的很有效，可是他后来是被。揭露出来，哎，他里面的内部员工是是是，或甚至于不是内部员工，他如果不收受报酬，但造成损害，难道就可以没有责任吗？这个谢谢黄委员的咨询哈、啊嗯。刚刚我们讲那个，你们可能要思考一下吧。收受报酬限度内，这个赔偿，这个是民事责任了、啊嗯，民事责任。但是我们另外有行政法、啊，嗯，行政法有规定，就是说他这个故意共同去实施一个行政这个违反。行政义务的行为的话，故意共同，他明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实广告，他还去见证，那他纵使没有收受报酬，那依照行政法，他还是可以处罚。所以这部分的这个灰色地带哈，可能你们可能要稍微再思考一下，看要怎么样去做这样的类似的性质的规范，要不然，坦白讲，总是人家就会想办法钻漏洞嘛，啊。好不好？好，另一个问题哦，谢谢。你们提到现在大举开罚哈、哦，这个对乳品业者哈、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开罚，可是我们现在的整体的，当然物价的控管调控不是你们的责任，是是是啊，吴主委不是你们的责任，可是重点是整体的有牵涉到不公平竞争或是这个广告虚伪不实，对不对？就跟你们有相关好、哦、啊。这个整体的上涨，好、哦，你们这次对于这个乳品业者的这个是不是涉及联合行为的这个裁罚，跟上次对于这个汽油啊、哦、两家汽油厂商啊、哦、他们做的这个裁罚理由一不一样？跟汽油啊，嗯，油价都以前过去你不是说案吗？对啊，你们以前不是裁罚过人家600万吗？对对啊、哦，那个我们基本上是主要是用所谓的那个默契勾结跟促进行为。那、啊、这次呢？这一次最主要我们哈、哦、也当然也是一致性的这个我们也是默契勾结啊。对，默契勾结，但是我们主要是用间接证据哈、哦。哦，所以说这次的证据比上次还要薄弱一点，因为他们调整的时间。上次也是间接证据啊、嗯，基本上、哦、可是上次你被打回来，你记不记得？上次打回来是罚款的部分。嗯。我们在间接证据部分是得到最高法院支持，那个理论架构是得到最高法院支持、嗯、好，所以说这个损害程度跟罚款的问题可能也还不确定，如果说这个见解被最高法院或者被因为厂商看起来会打行政诉讼 对、啊、如果这个部分是被这个司法体系所接受的话，那可能就还好，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里程碑的案子。但是你们要建立起这个个案判决累积成判例嘛？是是是，对不对？是是是没错。好，了解了。那如果是这样的，其他的部分，
尤其大宗物资进口业者，是不是涉及这个联合行为？刚学的委员也讲了哈，有包括比如米价，米价很简单，消费者米价一直涨，购买的米价一直涨，但是这个稻谷的收购价却一直跌，这个部分是不是有牵涉到这个部分？还希望说公民会秉持这个标准去好好了解，可以吗？可以，我们这个案子已经是在处理当中。好，谢谢主委，谢谢。谢谢。好，谢谢。报告委员会。登记执行委员除不在场委员之外，均已发言完毕。委员杨琼英，要提书面质询。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公民会在一周之内书面答复。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也请在一周之内送交本委员会，并分送相关委员。请议事组人员依序宣读修正草案，韩委员所提修正动议案，是不是这样子？先休息几分钟，休息，好，休息五分钟，因为现在剩下一个，好，再去找人。好，先读。公平交易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各委员提案的条文，第二十一条委员赵丽云等二三人提案，第一到第四项照行政院条文，第五项文字修正为前项所称广告见证者，除广告主以外，于广告中反映其对商品或服务之意见、信赖、发现或亲身体验结果之知名公众人物、专业人士或机构及其负责人、外国人从事上开见证行为者一同，委员罗明才等二四人提案第二十一条，事业不得在商品或其广告上或以其他使公众得知之方法，对于商品之价格、数量、品质、内容、制造方法、制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产地、制造者、制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广告见证者、体验结果等具招揽效果之事证，为虚伪不实或引人错误之表示或表征，事业对于占有前项虚伪不实或引人错误表示之商品，不得贩卖、运送、输出或输入，前两项规定于事业之服务准用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与广告主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一、广告代理业在明知或可得之情形下，能制作及或设计有引人错误之广告；二、广告媒体业在明知或可得知及 其所传播或刊载之广告有引人错误之余，能与传播或刊载；三、广告见证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从事之见证有引人错误之余而仍为见证者，本法所称广告见证者，指广告主以外，与广告中反映其对商品或服务之意见、信赖、发现或亲身体验结果之人或机构，但能证明其为或有报酬或赞助等对价关系者，不适用之。委员丁守中等二十五人提案第三十五条之一新增条文，第三十五条之一违反第十四条之事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并经中央主管机关事先同意者，减轻或免除中央主管机关因前条所命之行政惩处。一、当尚未为中央主管机关知悉或依本法进行调查前，就其所参与之联合行为向中央主管机关提出书面检举或公诉具体违法，并减负市政及协助调查。二、当中央主管机关依本法调查期间公诉具体违法，并减负市政及协助调查，前项之适用对象之资格要件、惩处减免之基准、违法市政之减负及其他施行市政，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三十五条之一，丁委员手中另有修正动议，为违反第十四条之事业，违反下列情形之一，并经中央主管机关事先同意者，减轻或免除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四十一条所命之罚锾处分。
一、当尚未为中央主管机关知悉或依本法进行调查前，就其所参与之联合行为，向中央主管机关提出书面检举或陈述具体违法，并检负市政及协助调查；二、当中央主管机关依本法调查期间，就其所参与之联合行为陈述具体违法，并检负市政及协助调查，前项之适用对象之资格条要件、裁处减免之基准及加速违法市政之减负、身份保密及其他执行市政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41条，委员罗明才等24人提案。第41条，公平交易委员会对于违反本法规定之事业或广告见证者，得限其命其停止、改正其行为或采取必要更正措施，并得处罚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逾期能不停止、改正其行为或未采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继续限其命其停止、改正其行为或采取必要更正措施，并按次连续处新台币100,000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罚锾，至停止、改正其行为或采取必要更正措施为止。委员丁守中等30人提案。第41条，第一项按现行条文不予修正，增列第二项文字为：事业违反第10条、第14条，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有情节重大者，得处该事业上一会计年度销售额10%以下罚锾，不受前项罚锾金额限制。第三项文字为：前项事业上一会计年度销售额之计算重大违法情节之认定、罚锾计算之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另由委员丁守中等提修正动议。第41条，第一项按照现行条文，第二项文字针对丁守中委员原提案条文销售额修正为销售金额，第三项文字针对丁守中委员原提案准则修正为办法。宣读。还有第三项文字销售额修正为销售金额。宣读完毕。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马上处理好不好？这样子啦，哈，那个第21条是不是有赵委员跟罗委员、罗明才委员跟赵立文委员提案？是不是？我们公平会有一个修正条文，那个吴主委，你修正条文，如果有没有是你们提出来的？这样可以不可以？好。好，都放进去了。素人一般素人不罚，可他接受报酬的职业有吗？有五五本。明白哈。好。好，那就照修。一样吗？诸位啊，跟你这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跟你提出来100%一样吗？修正条文。好。好，修正条文。好，请议事人宣读一下第21条修正条文。第21条修正条文。事业不得在商品或其广告上或以其他使公众得知之方法，对于商品之价格、数量、品质、内容、制造方法、制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产地、制造者、制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为虚伪不实或引人错误之表示或表征。事业对于在有前项虚伪不实或引人错误表示之商品，不得贩卖、运送、输出或输入。前两项规定于事业之服务准用之。广告代理业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能制作或设计有引人错误之广告，与广告主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广告媒体业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传播或刊载之广告有引人错误之余，能与传播或刊载，亦与广告主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广告见证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从事之见证有引人错误之余，
而人为见证者与广告主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但广告见证者非属知名公众人物、专业人士或机构，仅于受广告主报酬之范围内与广告主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前项所称广告见证者，指广告主以外与广告中反映其对商品或服务之意见、信赖、发现或亲身体验结果之人或机构。宣读完毕。好，谢谢。要几倍？要几倍？两倍或三倍？对呀、啊，要不然他就把钱吐出来而已，伤害造成了。仅于受广告主报酬十倍范围内，报酬十倍至范围内，加十倍或是几倍？十倍内至范围，十倍至范围内啦。OK， 十倍哈，好，追加哦。OK， 好，十倍啦哈，有贺主作用啦。仅于受广告主报酬十倍至范围内，加十倍了哈，报酬后面。那华务部啊，华务部有你认为如何？有没有什么瑕疵？要不要协商一下？华部意见如何？华部，后事。对了哈，没问题吧？
好，请说明一下。损害赔偿责任是他有损害才有赔偿啊，所以只有高额的限制，没有低额的限制呗。对，所以十倍没问题的哈。OK， 好，有种贺主重，好，修正通过，谢谢。接着35条之一，是不是照丁委员的意见修正通过，好不好？好，没有意见，好，就通过了。第41条也是不是照丁守中委员的意见修正意见通过，好不好？好，没有意见，好，修正通过。金额加个金额，后面加个金额。销售额，销售金额。对对。好，文字修正通过，没有问题了哈。第41条。那就照丁委的版本通过了，没有意见了。照丁守中委员的修正动议的版本通过，好不好？好，那就没有问题了。好，阿贵来，我读起来，谢谢啊。哦，给他出镜呢。好，阿贵对对。没了，好，好，照协商结论通过。请问各位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好，通过。报告委员会，院会交务审查委员丁守中等25人，赵丽颖等23人，委员罗明才等24人及委员丁守中等30人领具《公平交易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李召集委员复兴做补充说明。接着，院会讨论本案时，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好，同意的。好，这边没有，今天没有准备便当啊，回家吃自己。好，休息，感谢，现在啊，那个潘维刚委员以及林昌明委员，列入书面质询。OK， 好，谢谢。